經過阿樹玲講一講，即係話今季好惡頂之下，咁我哋即係通常都係要揾啲心靈上嘅泉源，即係我哋要揾啲心靈雞湯㗎嘛。咁每一季都一定有啲良心作品嘅良心啊，方文社嚟㗎，我知啊。係啦，咁啊方文社年年都好似帶金露一樣嘅即係泉源啦。咁今次我打出呢個三者三月其中一套啊，我再講今日呢套三者三月，其實呢套嘢好傳奇性㗎，原來對於方文社嚟講有咩咁特別呢？嗱，原來呢套方文社嘅三者三月咧，雖然大家都知四格啦，如果睇漫畫大家都知。個畫質係略為粗啲嘅，即係其實粗筆少少，但係原來呢套嘢喺2003年咧已經喺2月喺開始連載，原來已經係當時嘅叫 Manga Time Kirara Original 咧嘅唯一一套仲係未完成嘅作品，即係仲係可以捱到現在嘅16年，其實咧已經係維持咗好多年㗎啦。D.G. Man 都做咗好耐架嘢，咁計唔係佢四格喎、啊，係四格維持咗十幾年，係好少見㗎。唔係問題，佢有冇劇情先？即係佢有冇劇情，每日係咁畫四格搞笑嘅，我覺得冇問題呢樣嘢又。咁當然啦，另外仲有一樣，其實咧，大家如果睇翻呢位老師啦，方正 Cherry 老師嘅作品咧，佢有另一套嘅《被確認進行型》咧，我諗大家都可能有聽過嘅，因為但其實呢部已經係第二部。動畫化嘅作品嚟啦，而係佢嘅作品嚟計，未確認好似好睇好多喎。可能各家各有口味啦，呢啲嘢就好啦。咁三者三月呢套嘢咁歷史悠久嘅治愈翻，咁其實係點呢？其實三者三月即係佢其實嗱，其實都係攞翻日文嗰種解釋，就係話三個人有三個唔同嘅性格啦。咁佢三者三月點解呢？因為佢三個人個名都係個葉字嘅，分別嗱就係大小姐嘅西村葉子啦，咁啊另外一個就係福克嘅。班長叫葉三照啦，同埋另外一個佢個同學大食王嘅小田切商業。咁我哋記得新翻我就冇講嘅呢套。咁啊，大家當然啦就話，喂，要同通常一方文社就同好多嗰啲治愈翻比㗎啦嘛。黃金拼圖，跟住又要點套，跟住就周圍角，一定係比下㗎啦嘛。嚇、啊，冇㗎喎，嗱，依明白。見我每一季阿梁阿小師條講過啦，方文社就唔會寫得人嘅，方文社係良心嚟嘅話，咁其實大家。只要一睇到科文寫啲三個字就，今季呢套嘢應該唔會有呢地雷㗎啦。你哋啲良心好似想講係難民咁樣。係啊，我哋係要追求難民嘅生活，咪即係奉阿樹玲掛齋。你明白，當然年月無論都要爆死嘅時候，科文寫應該唔會爆啦，我諗。好啦，咁啊，當然呢套嘢講咩呢？其實呢三位仁兄嘅即係叫古仔啦。咁當然啦，就以呢就以大小姐為阿葉子為軸心嘅。佢曾經家道中落啦，咁就以往就過開啲大小姐嘅生活，亦都即係周圍冇朋友，咁啊結果咧而家去到要食麵包皮，即係無意有意之間就突然間撞咗呢兩位嘅同學，即係三個都係有個葉字咧，佢最後咧就去咗一個叫做佢原本嘅去女仆嘅叫索拉啤嘅人啦，咁就去嗰度打工啦，就做賣西餅啦，咁亦都喺佢嘅同班同學之中咧，亦都有幾位嘅朋友啊同學啊。咁亦都一個叫做相對嚟講，其實都係一啲譬如過節嘅故仔啊，咁亦都係呢樣啦。咁大家都知啦，一去到呢啲咁情況，通常日常翻校園仔呢啲係少不了㗎，亦都係最好幾集到亦都係充分地出現㗎。唔係，所以我就奇怪，你之前就講到話，呢套嘢連咗好耐，咁佢劇情上嗱動畫你一季冇問題，咁你漫畫唔通呢啲嘢劇情 loop 又 loop 咩？唔通係基本上就唔係 loop 嘅，其實佢想講嘅其實都係話，即係呢個大小姐咁啊，當然喺最到最後12集就 loop 就講到就話最後佢阿爸係揾到份工㗎啦，咁所以咧成家應該都係唔需要食麵包皮嘅。通常呢啲我哋都通常唔深究嘅，咁啊都同點套一樣啦。咁其實我哋都唔會去深究，或者黃金拼圖唔會去深究嘅其實。但係呢套嘢咧嗱，我哋先要講少少佢嘅特點咧，點解同之前？點解我覺得係爆唔起呢套嘢？其實有啲原因係寫實，唔係寫唔寫實，即係有啲人係幾寫實嘅，即係特別我就覺得係話阿商業嗰個侄女話，即係一早已經十歲嘅時候已經 planning 話自己要做 idol 啊，跟住就23歲要嫁人，25歲要生仔啊，跟住就30幾歲要去移民外國嗰啲咧，咁其實就即係佢嗰個咧相對嚟講咧，相對嚟講幾寫實，同埋話一早已經係諗住係釣金龜嘅情況咧，其實呢樣嘢咧佢係寫得幾特別嘅。呢叫贏在起跑線有志向。係啦，咁其實但係咧就即係睇落去咧，因為其實相對嚟講三位嘅連貫咧，因為太過即係點講，佢又唔係去到好薄弱嘅，佢就因為冇乜嘢講啊，因為三個因為個 character 太明顯啦，即係唔同我哋話睇點好啦，黃金拼圖係慢慢帶啲出嚟講。佢講完之後，其實佢就已經好早睇第三集，已經去帶好多唔同嘅角色出嚟。咁其實幾明顯就係話，
相對嚟講就係呢扎角色佢可以刻畫到嘅嘢唔多咯，就同呢個黃金氣圖點解我哋睇黃金氣圖話幾好睇，就係佢又就算嗰幾個角色好，佢五個角色係不停成長複合之下而先至去加角色咧，咁係好睇。所以同埋好似東東 Bioli 咁樣一樣啫嘛，你嗰啲角色係不停嘅一種複合性角色先至有呢樣嘢。反而呢套三點三月雖然話佢年紀叫做即係十幾年啦。但係出嚟個效果點解咁弱係有少少原因咯。咁啊當然啦，要揾難民翻咁佢總好過好多嘅，即係佢總係叫有情有節有理嘅。你話可以笑嘅嘢都有嘅。咁但係你話去到係咪話去到好特別啊或者咩呢，我覺得可以有時喺個角色嗰個刻畫層面度高啲咯，就唔使話一個淨係最大食王咁，可能即係個人個思想神經係幾大條嘅，另外一個腹黑嘅，咁可能好鍾意即係佢好鍾意貓啦或者好小動物啦，咁因為一樣嘢而做一集，咁可以再多少少嘅描寫啦。而大小姐嘅描寫係幾好嘅，我覺得即係佢講單大描寫大小姐，佢譬如佢煮嘢，佢個人一個人去生活好孤獨，青梅竹馬佢約定啦，話本嚟想結婚啦，希望結婚，咁嗰個人送及和牛俾佢咧，咁佢翻去煮到窿曬，而最後同個朋友一齊分享啦。咁其實相對嚟講咧，我覺得有幾集咧喺大小姐個角度係做得唔錯嘅，不過只係話刻畫上我唔覺得其餘嗰兩個葉好大特別咯，所以變咗感覺上就爭啲啲，而角色個樣咧又相對嚟講，其實我覺得比漫畫版咧嚟講咧係做得靚咗好多噶啦。不過就只係話可以嘅話，佢個特性唔夠，呢樣嘢係有啲問題咯，就係、是、你一套十幾年前年代嘅漫畫嘢啲特性嘅角色，嗰時未興呢樣嘢噶嘛，唔可以強求呢樣嘢，知唔知啊？不過我就唔好明點解攞一套真係維持咗十幾年，終於又肯第二次，即係終於又肯翻嚟整翻動畫化，因為同埋而家你都知，方文社嘅動畫已經唔係話即係啲人話當睇完算啦，或者杯麪翻，或者hea 翻咁啊，已經唔係噶啦嘛。即係方文社經過咁多年嘅拼鬥，其實我覺得佢嘅即係佢嘅定位已經開始係做咗一個難民嘅代表，即係明白？即係呢個係好，即係我覺得佢已經係做咗排頭出嚟咯，即係唔應該去到呢個位咯。我覺得就咁，佢咪要講翻做難民社啊？係，我覺得係嘅，即係其實佢，因為其實佢係成功嘅，我覺得佢喺呢方面喺啲四格度而俾人改編做出嚟，其實咁多個成功可以選擇一樣嘢咯。所以嗱，講真，我就覺得三至三月咧。比其他啲係之前低咗啲嘅，不過佢又唔係去到好差，所以普普通通啦。咁啊，下一套啦。